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喵喵，我很会荡秋千哦，我可以飞到很高很高，看。为什么今天荡不起来呢？起的时候，我飞得很高的。我来帮你推秋千，你一定也可以荡得很高哦。嘿，嗯，太好啦！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树上有东西哦，是什么？我来帮你吧。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树上有个小鸟巢哦。哇，我来帮你吧。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有一只小鸟在里面哦，我也想看看小鸟。我来帮你吧。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嘘，小鸟正在睡觉，我也想看看。来帮你吧。小屁股要坐稳，小手抓紧秋千绳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荡秋千真有趣。哇，我看到小鸟了，他刚刚睡醒了，正在唱歌呢，你们听。哇！小朋友都在排队玩滑梯呢，我们要在这里排队。对呀，大家要轮流玩。嗯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好朋友们一起玩。我们一起溜滑梯，溜滑梯，溜滑梯，我们一起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溜下去。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好朋友们一起玩。我们一起荡秋千，荡秋千，荡秋千，我们一起手抓紧，高高低低真有趣。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好朋友们一起玩。
起玩。我们一起挖沙坑，挖沙坑，挖沙坑。我们一起堆沙堡，玩沙不能揉眼睛。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，在公园玩。我们一起在公园玩，好朋友们一起玩。是我先到的，明明是我先到的。你们别吵了，我先玩，我先玩，我先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师，我想第一个溜滑梯。老师，我也想第一个溜滑梯。琪琪，皮皮，好玩的滑梯只有一个，你们两个都想玩的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是不是应该要排队轮流玩呢？这样大家一起玩会更好玩哦。皮皮，我们去排队吧。大家一起来玩溜滑梯吧。长长的滑梯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不退进，耐心的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耐心等，不退进，一个一个轮流玩，坐稳脚放好，慢慢滑下去，溜滑梯真有趣。前面一个小朋友离开滑梯了，后面的小朋友才能溜下来哦。长长的滑梯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耐心的玩的时候要轮流排队玩才好玩哦。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哇，咪咪快出来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嘿嘿，哇，是脚踏车。你试着骑骑看。我想去公园骑车。带电要带上安全护具哦。好。戴上我的安全帽，戴上护膝和护腕，不怕跌倒，不怕痛，我是勇敢小骑士。不怕跌倒，不怕痛，我是勇敢小骑士。人行道上牵着走，弯度弯度向前进。人行道上牵着走，弯度弯度向前进。斑马线上牵着走，弯度弯度向前进。斑马线上牵着走，弯度弯度向前进。我们一起玩，冲啊！等等我。
持距离，上坡下坡 go go go， 一前一后保持距离，直走转弯 go go go。 皮皮，快把安全帽戴上，我们一起玩。好，没问题。一前一后保持距离，上坡下坡 go go go， 一前一后保持距离，记得安全帽，还有护膝和护腕。好，耶！妙妙，你好慢哦。是脚踏车太慢了，我要找到最快的交通工具，这样就能赢你。是谁？我是巴士车，一辆巴士车。巴士巴士，你跑得快不快？我是巴士车，比脚踏车快。那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我不是最快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小汽车，一辆小汽车。汽车汽车，你跑得快不快？我是小汽车，比巴士车快。那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比我快的呢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你好你好，下午好，你是谁？我是长途车，一辆长途车。车，你跑得快不快？我是长火车，比小汽车快。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在陆地上，我是最快的。咦，那是什么？你好，你好，下午好，是谁？我是大飞机，一架大飞机。飞机，飞机，你飞得快不快？我是大。比长火车快。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我很快，但是还有比我更快的。还有比你更更更快的。你好你好，晚上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大火箭，一枚大火箭。火箭火箭，你飞得快不快？我是大火箭，最快的大火箭。嘿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当然了。那琪琪输定了。这是我喜欢吃的棒棒糖，我要分几个给乐乐。没问题，检查过轮胎，反手来帮忙换呀换一个圆圆的轮胎。哈哈，警车修好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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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捣蛋车抢走糖果，
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飞上天空，快来快来找一找。没问题。向左飞一飞，向右飞一飞，向上飞一飞，向下飞一飞。哈哈，导弹车找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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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可恶，导弹车抢走糖果，抓不到它该怎么办？直升机巴士工程巴士，快来快来帮帮忙。没问题。一个向左追，一个向右追，一个向前追，一个向后追。导弹车抓到了。哇哦哇哦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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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这是我的糖果。我是琪琪，我是妙妙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警察叔叔是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吗？今天我们要变身成小小警察，到街上去巡逻哦，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小警察。小小警察开着警车到处巡逻，看见一个迷路小孩，别担心，我帮你找到妈妈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帮助大家，遇到困难找我帮忙，有我在守护大家。小猫找到了妈妈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耶！走丢了怎么办？小朋友们，明天的野餐，你们想吃些什么呢？草莓。大包子，巧克力，我要吃鱼，这些我全都爱吃，我全都要。好，我们的购物列车就要出发了。什么味的好啊？啊！爸爸，奇奇，妙妙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啊！让叔叔看看，你们都买了些什么？小福，你拿了你最爱的鱼罐头了吗？啊？小福，
小福，你在哪儿？小福不见了！小福不见了！你们跟紧我，不要乱跑，不然连你们也走散了。怎么办？小福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一定很慌张。是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找谁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平时要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哦。万一在商场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不要慌张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保安叔叔，我找不到爸爸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福。小福，你记得爸爸的手机号码吗？记得，是18120821858。妙妙，我们让多多来帮我们一起找小福吧。好主意。喂，爸爸，我是小福。小福，是小福。小福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？除了桌子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保安叔叔。小福，你把电话给保安叔叔，让叔叔和爸爸说。好。喂，您好，我和您的孩子在超市入口的服务台呢。小福在那里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小福，是不是吓坏了？以后可要跟紧爸爸，别再走丢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福，快谢谢保安叔叔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用谢，小福，你表现得很棒哦。因为你没有慌张，懂得来找保安叔叔，还能记得爸爸的电话号码呢。小福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好担心你啊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再见。